原标题要保持新鲜感，给老公 TVB 性感女神变身。Rock 爆人母，本文编辑剧透社。Jackson 现年37岁的 TVB 性感女神孙慧雪，早于2016年宣布与圈外男友罗天燕正式结束六年爱情长跑，升级人妻。婚后次年，孙慧雪为丈夫罗天燕诞下宝贝儿子 Riley， 一家三口的笑日子过得相当温馨幸福，令人羡慕。虽然已经身为人母，但童心未泯的孙慧雪经常在社交网活跃，一如既往向网民大派福利，又不时扮鬼扮马晒幽默，尽显搞笑天分。加上她天生一副童颜，不说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女神已经是孩子他妈了。已经37岁了，魅力依然的孙慧雪向来形象百变，喜欢挑战不同的造型和妆容。近日孙慧雪又在社交网晒出自己的最新造型照片，惹来一般 FA 级网民围观相助。可见孙慧雪以浓妆艳抹示人，还配戴上头纱，再摆出脱头的 pose， 十分有个性。不少网民都大赞她这个 rock 爆人母 look 实在是令人眼前一亮，又赞她不愧是时刻为 FA 级老公保持新鲜感的百变女神。而在另一张照片中，则看到孙慧雪变身之前的状态，可爱的她又伸出长方形的舌头，非常搞笑。有网民留言笑她是傻的妈，指她生了 BB 做了人母后还是这么青春可爱又鬼马，傻的妈哈哈。1982年出生的孙慧雪，早年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语文系。据闻在大学期间，孙慧雪曾担任兼职模特，之后他参加了第二时期无限艺员训练班入行。当年从训练班一毕业出来，孙慧雪凭着青春可爱的造型深得高层欢心，随即就安排他在 TVB 人气节目美女厨房中亮相，之后又安排他在一掷千金以及智云饭局两个节目中分别担任千金小姐及助手的角色。孙慧雪因此渐渐为观众熟悉。孙慧雪出道至今至少参演超过50部的无限剧集，当然从2006年开始，他也经历过漫长几年的跑龙套生涯，基本上多扮演路人、客人、职员、秘书、护士、店员、妓女、记者等各种闲角，戏份很少。直到2013年，他在剧集《师傅明白了》扮演小青一角，